所有全校的大家师生们一起的一个帮忙。对，那我们草根有真的非常非常的棒，我们也一直在进步。那希望把我们的好，把我们的热情，就带给所有的人。是，那请问校长，对我们这次我们 Open Campus 已经举办第二年的哦，那请问对我们这次第二年的活动感想是什么呢？哇，太棒了，这么多同学来了，而且有高中也有大学的同学，大家都在一起，像个家庭一样。那学校越来越棒，我们看到很多青春的气息在学校洋溢着。那也希望长荣大学越办越好，希望更多的学生来到长荣大学就读。请问校长对未来有什么展望吗？我们希望未来我们的学校会变成一个世界级的大学。我们今年已经拿到了世界大学认证四颗星，明年后年我希望能够进入五颗星的大学。好，那我们先谢谢校长哦，也希望校长今天可以玩得开心哦。谢谢大家，谢谢，拜拜。长荣大学 Merry Christmas! CJCU Merry Christmas!